爸，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爸，你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没有时间给你藏猫猫啊，抓紧出来。出来吧。爸，你干啥呢？藏猫猫呗，没找着吧？找什么找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你这瞎扯，我连明天药都吃了。那你就是吃多了。咋的？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啊。嗯。是这样的，爸，前一段呢，我认识一个女孩，挺靠谱的，寻思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一会儿女孩来了，千万别提我的初恋。第二点呢，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儿。我全都写在这纸条上了，一旦忘了，看一眼。好好好。哎，佳佳，小飞，哎，你怎么才来呀？啊，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加眼睫毛了。你再看，涂口红了，我做美甲了，好看不？真漂亮！来，小斐过来，来见我爸。哎哎，爸，这是小斐，哎，这是我爸。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懂事就是。哎，我看带不带苹果？这包带什么苹果呀？咋的？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给您放起来啊！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爸说话啊！说话，你家几口人啊？我们家三口人。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小贩儿。那你爸呢？我爸是城管。你爸追的你妈吧？是不是真幽默？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对对对，这点家家随我。我随我爸。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爸爸爸，一追一个。嗯，聊点别的。聊点别的。佳佳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忘了。啊，你抽烟不？抽什么烟？抽烟呢？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不是，佳佳平时老说你，是吗？夸你啊，对，夸你聪明，善良，漂亮，我说的，哎，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咋的？叔叔啊，我不是贾玲。他不是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前两天还在你家咋的？就是吗？咋没有？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没有。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都记乱了。谁信呢？不，真的，我走。贾玲，你听我解释。你看呢，还说没那事儿。不是我，你说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你别给我解释。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我哪听得明？小斐，你听我解释。走了。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好，这是你说的。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我偷你什么了？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佳佳，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讨厌。走，见我爸。爸，来，你那啥，你说点高兴的事。高兴的，是不是？哎呀，来来，坐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就是不漂亮呗。要不说你诚实呢？那个爸，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对对对，照相。爸平时就爱照相，照的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爸，你照相。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是吗？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对呀，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健忘。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对呀，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我先走了。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哦，我不用听你解释。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没关系，我不在意。咱俩本身事情都没有。不，你别说了，别说了。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我走了。你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崔志佳，这是你说的。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好，爸，啊，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啊，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啊，对对对，聊婚事，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呐，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对，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对对对，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李雷那次吗？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不，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李雷，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啊！哎呦我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哎，佳佳，你走，来来来，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那你牵的我吗？那个，你来干啥来了？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对，看看咱爸，顺便来看看你。对，顺便。你、哎，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你别改天咱们见面再聊，不是好不好？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怎么回事？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不是，佳佳，李雷我俩是发小，不，从小长到大。你听我说，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都。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不是，我们家没有那么复杂。不是，我爸就脑子有点复杂。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儿，接我爸怎么走了？走得越来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小斐，小斐，小斐。爸，你干啥呢？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你这是留人呢吗？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那是我，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打扮不错。爸，第九个女朋友都让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我提了，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上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一面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这个是你4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8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这个节目也赢了。眼泪还没擦干呢，这是真入了戏了啊。虽然说这组演员跟前面几组比起来可能知名度不如他们，但是节目不输他们，很好看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到现在佳佳的眼睛还红着呢。对，你告诉我是因为什么呀？我首先这个人物吧，老爸健忘，这脑子不好使。因为我们这组里边，我父亲、佳佳父亲、小斐的父亲，包括编剧孙继斌的父亲，都是脑子，我们对脑子都不好，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
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哈。对对对对。但是一个组趁这么些个也是巧了，也是够巧的了哈。对对，也是够巧，也是够巧的哈。这个节目看的有血有肉，有铺有垫，有哭有乐，这个不容易，它很完整，再接再厉吧，好吧。谢谢。干咱们这行也没有节假日一说，而且是一个得接上一个啊。对对 对， 对。努力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快点走！哎，没长脚啊！腿什么腿？我自己会走。这，快点走！没长脚啊！你是不是有病？咱俩都是囚犯，你推我干什么玩意儿？二哥，咱俩是来救大哥的。快点走！没长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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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方有三兄弟，以江湖仁义著称。大哥深陷牢狱之灾，二哥三弟为解救大哥，展开了一段营救大哥的故事。快点走，没长脚啊！我告诉你俩啊，牢房到了，都别给我找事儿，在里边好好待着，不然的话没你俩的好果子吃。老头，干啥？我有一点不明白，囚犯也是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凭什么这么对你们？你不明白啊？我不明白。你呢？明不明白？哼，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明不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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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他质疑的，你打我，我明白啊？明白。我告诉你们，在这儿，这个才是权威，明白没有？不明白。哎呦我呀，你明不明白？明白。明白了你不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你不告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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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他还不行吗？明白了都。别给我找事儿啊。老头干啥？我有一点还不明白。对，你听什么说的就那个，没事了没事了啊，你忙忙忙忙你的忙你的去去。怂。什么玩意儿就怂？咱不为了救大哥吗？是为了救大哥，咱俩也得有底线呢。你再，哎，二哥，咋的了？那草怎么在动啊？啊，怎么回事？啊，谁？这。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大哥，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你看，谁还来了？三弟，快介绍一下这位是谁？不是，大哥，他是老二，大潘儿。我老二，大潘儿。老二啊，你怎么变样了呢？我长个了。是，你看，确实长个了，没少长。哎呀，这回好了，你们终于来了，我终于有救了。三弟，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口号吗？当然记得。兄弟齐心，没有兄弟干啥都是。我操！你们干啥呢？干啥呢？啥也没说。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说个事儿，刘老大在，刑满释放。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喽！哎什么哎什么哎哎什么哎？别找事儿啊！三弟啊，那个大哥是不是逃跑了呢？二哥，你说什么呢？以我对大哥的了解，大哥那是肯定逃跑了呀。那咱俩咋办呢？这样，一会儿呢就会有人来救咱们。是吗？什么时候来啊？马上就到，耐心等待。好。哎，有人来看你们了。来了，进来。相公，相公，相公。听说你为了救老大要在这里关5年呢，你真
这不是让我受五年的活剐吗？你看看你啊，被折磨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你坏，你坏，你坏啊！媳妇儿，我在这儿呢。嫂子，我是佳佳。哎呀妈，不好意思啊，嫂子刚才有点失态了，给你赔个不是啊。没事，嫂子。哎呀，哎，替我接。哎，行了。哎呀，这可以了，道歉哈。大潘。媳妇儿。大潘。媳妇儿。看到你们没事啊，我就放心了。那个，我怎么感觉好像少点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少点什么，你们少那个。哎呀，知道你们在牢里肯定吃不好，所以我特地做了你们最爱吃的馒头饺子。下次再给你做馒头啊，佳佳。这是你最爱吃的鲍鱼龙虾韭菜馅儿的。谢谢嫂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韭菜馅儿的。哎呀，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坐着不如倒着。那我们就倒着吃饺子。对，倒着吃饺子。哎，来，趁你们吃着，我们说点正事儿啊。这次佳佳叫我来呢，是为了协助你们越狱。我的计划是这样，那不有个栏杆吗？你不是练过铁砂掌吗？一会儿你用铁砂掌把栏杆打折，然后呢，你从这门走的时候，我们趁机溜走，怎么样？看我的吧。是这个吗？对，就是这个。瞧好吧。嫂子，好一铁砂脚掌啊，是不是？佳佳呀，以后的事情就靠你们了，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啊，我们后会有期。佳佳，知道了，嫂子，走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少点什么呢？哎呀，别想那些了，快走啊，来。哎，别，等会儿啊。那个怎么了，二哥啊？那个我跑的慢，让我先来啊。不是，二哥，我先跑。不是，我慢点跑，等你。哎，快点的！你要干什么？你快点回来，回来呀！你快点，非要越狱，怎么劝都不听。你跟他说吧，我睡会儿觉。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不听？怎么就不听？不，没事，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还得修。嗯，我睡你觉了呢，你干啥呀？什么玩意儿？干啥呀？不都越狱吗？那睡什么？妈呀！对，越狱，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样，二哥，我有个办法。那个一会儿呢，咱俩就装病，一装病嘛，老头肯定送咱俩去医馆呢，让咱去医馆的路上趁机逃跑。哦，行，行不行？装病行，但是能不能商量商量？你来装病？为啥呀？二哥呀，身子薄，扛不了揍了，你知道吗？行吧，二哥。老头，干啥？我二哥生病了。你生病了？他有结石。你有结石啊？嗯，那你拿给我看看。大哥，结石。拿给我看看。你给人家看看呗。那个，拿给我看看。不是，这玩意儿在里边，怎么拿给我看看？不太好拿。拿给我看看，给我看，拿给我看，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你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拿给我看看，拿。来，给你看。妈呀，二哥，你真有结石啊？啊，我也不知道啊。他一打我，我一着急，一使劲儿就吐出来了。吐完以后还挺舒服的，我。大潘啊，多喝点热水，注意休息。
从哪儿出来的？二哥，这样啊，咱们换一个方法。李贵子，我们那等会儿，那个别换方法了。那个二哥有一个方法。是吗？什么方法？快说。我们等着刑满释放吧。还得五年呢，谁等啊？照这种方法的话，这二哥小命就搭进去，你知道吗？怎么能搭进去？二哥，以我的聪明才智，他没能逃出去的，连我还不相信。哎呀，你干啥？二哥，这是一个空墙啊。怎么的呢？咱们把他墙砸漏，从这就可以溜了呀。对呀，妈呀，那这牢房里边啥也没有，够啥敲啊？是，有两块石头就好了。不是，这个我这实在是不行了，我吐不出来了。就一块，你一块也没有了，对不住了，来，走，别了，别动，走，别动，别走，走。啊！给，来，哎呀，二哥，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料。来，这，这，我挺喜欢这口子。干啥呀？那个几位老头大哥啊，我肚子里边没啥了，你知道吗？这最后一块石头不能再打了，我没啥可吐的啊！救命啊！救命！哎呀！哎！救命！哎！这打他，让他越狱！打！我死！打！打！上一周他们排名第一。实话实讲，今天觉得有把握再次夺冠吗？这个真不好说，这个不知道吗？对，你要闹不清楚可以问我，这一下心里就敞亮多了吧？对，踏实那是啊。但是呢，今天真是没准的事儿，你上次第一，这次很可能还是别人第一，真的。辛苦各位了，谢谢，稍事休息。佳佳在舞台上有着他们独特的感觉，他们骨子里那种幽默是在不做作的情况下传递给观众。加油，加油，省点劲儿，在台上用，没事，小心心脏啊，加油。要登台的这组喜剧人是舞台上的一匹黑马啊。一说黑马，您各位可能脑子里想法都不太一样，是吧？因为马跑起来就是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啊，站住了就是于谦儿啊。做一匹黑马不容易，因为成绩啊，这个高高低低，他没准儿。我们这黑马因为这事儿，心脏病都快犯了。他们也准备差不多了，咱们闲话少说，有请喜剧人潘斌龙、崔志佳。大潘前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这两天怎么样了？你这心脏病啊，其实就两点，一个就熬夜熬的，对，就是胆太小，让这比赛吓的。你干这个，而且这个比赛就是你需要这样，你不把作品做到最好，你对不起观众。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让观众笑，只要能坚持走下去，观众能笑了，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好运歹运总莫照起工来。大哥，哎呀，这个斧头帮太帅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好啊！今天的早操上到这儿，都下去吧。那两朵花留一下。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跳舞不会跳吗？老师，我俩不是学舞蹈的，我俩是来应聘的。我俩来应聘的。应聘的。应聘斧头帮。对。你们二位真是来得巧啊！我们的老大马上就到，让我们欢迎斧头帮老大。
首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斧头帮的老大，这位就是老大嫂。老大好，老大嫂好。哎呀，好好好。听说你们两个是来应聘的是吧？对，我俩是应聘的。应聘。听说还拿了应聘启事，对不对？对啊，对，全身在这儿呢，不看咋知道呢？可是我们的应聘启事上并没有写地址，你们两个是怎么找到的呢？不是，他是打听呗，一道打听过来的。打听过来的，大嫂啊，此事蹊跷啊！何止是蹊跷，一定是有鬼啊！没那么简单啊！咱俩想一块儿去。大嫂早就想到了。大嫂真英明。你们两个就不能让我代表斧头帮说几句话吗？说什么说？你有什么资格说话？我告诉你啊，孙富贵，你在我们斧头帮没有任何的地位，在这你爱呆呆不爱呆就给我滚，滚！我告诉你，在上海滩，你是唯一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大嫂让你滚呐！行。你说这大哥哈，有点放荡不羁的样子哈，潇洒啊！说吧，你们两个是不是菜刀帮派来的？不是，不可能，没关系。好，那我们来做个测试。来人，上家伙。上什么家伙？这里有一根黄瓜，你把它给我切了。我切这玩意儿干啥呀？你不切它，我就切了你。不是，你说我切这玩意儿，我。切丝儿还切片儿，算了，我自己定吧，还是。把他给我绑了！哎，我切了你绑我干什么？你抱大哥干啥呀？一个男人拥有如此好的刀工，还说自己不是菜刀帮呢？不是，那你这、啊、你我这不是闭嘴！你切了他。大嫂，我不会切菜。你不会切菜啊？那你应该不是菜刀帮的。我不是。既然不是菜刀帮的，我们就是朋友啊！来，把我们共同的敌人杀了。杀谁呀？他呀，他是我大哥，我下不去手。哎呀，你不杀他，我就杀了你。不是，大姐，你这点不讲理。动手！我。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大哥，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没想到今天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弟弟啊，我们共同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原谅哥哥不能陪你走下去。大哥，先走一步了。不，你俩滋啊滋啊干啥呢 ？B-box 呢？不是，那个大嫂是这样的，那个我大哥不是要死了吗？我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对，难舍难分的。那你现在抒发完了吗？抒发的差不多了。动手！不行行行，我先要动手。音乐停。西沙的光阴消在风雷，闭嘴！大哥，这回没有音乐了，我也没什么情绪了。大哥，没招了，这次真动手了。大哥，我这就送你上路。慢着，我说，大嫂，我大哥他说，我大哥他什么都说。我问他啥了？我啥也没问他，他说啥呀？大哥，你要说啥呀？行，不用你了，不用你，来，我来，等会儿，不是大嫂，你为啥非要杀我大哥呀？我大哥真不是菜刀帮的人，不是，那你们倒给我一个不是的理由啊！不是他不是，有了大嫂，他不是菜刀帮的老大吗？他收人有一个规定，但凡比他帅的人，他一律不收。啊，对。比他帅的他不收。对。那你为啥不去呢？
他们还有一个规定，太丑的也不要。啊，这就合理了。好了，你俩下去吧。但是你们想加入我们斧头帮，你们还缺少一点最重要的东西。啥呀？那就是狠。大嫂，不是我跟你吹啊，逢年过节我们村的鸡都是我杀的，鱼鳞都是我刮的。太好了，来人，带上来。我们菜刀帮是不会向你们斧头帮屈服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少废话，这个人就是菜刀帮安插在我们帮的卧底，你哎，把他给我处理了。处理刮鳞呐？去你大嫂，我干不出这事儿来。你啊，你来，你边来来来，给我来啊。你不一刀捅死他，我就一刀捅死你。我的妈，就一刀。那个大兄弟，那我要捅死你了啊。放马过来吧。行，一刀就一刀，行，就一刀，就一刀，就一刀。走，咻咻，你别，大兄弟，等会儿，捅这儿应该一刀捅不死吧？对，那啥，我捅你心脏行不行？来吧，这是不是你心脏？来吧，那我捅这儿了啊，就捅这儿，就捅这儿，行。别，兄弟，好像有点扎歪了。你这样，你能不能帮我比零一下子？心形，你帮我比那个心。对，就放这儿啊，行。大兄弟，这个是不是心脏啊？是心脏。是。那我就扎这儿了啊。对，就扎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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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扎这儿，就扎这儿，就一刀一刀就扎这儿。嘘。把大哥扎走了吧。我求你，你杀了我吧，太吓人了。他说的一刀毙命，没事，你随便捅一刀，我自己想办法死。你自己想啥办法呀？窝囊废，来用枪，用枪杀死他。有枪啊，有枪，大嫂你不早拿出来。兄弟，这回我有枪了，怪不得我了。来吧，兄弟，我这就送你上路。慢着。你把枪给我。不行，大哥，今天听我的，大哥，你听我的，大哥，你给我，大哥，你给我。咋的呀？帮他瞄准呢？啊！老弟，你都看你干了些什么你？大哥，你听我一回，大哥，你把枪给我，你给我一回。躺着也中枪啊！兄弟，你放心，绝对不打你了啊！来，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你给我。不是我，去你！哎，不是大嫂，大嫂，不是你们两个把大嫂打死了，我大哥是不会原谅你的。跟我们俩没关系。大哥，大嫂死了。大哥，对不起啊。大哥，不是你看到这样。枪走火，你千万别多想，我俩没。这下不认识。哎，大哥，我怎么蒙圈了呢？啥情况？什么情况？二位有所不知，自古以来我们斧头帮都是忠义之帮，但是自从这个女人的加入，使得我们帮内乌烟瘴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敢怒不敢言。但是今天二位兄弟帮我铲除了这个恶人，我代表斧头帮感谢你们。没事，举手之劳，举手之劳。不是大哥，你被他欺压这么久，你怎么不反抗呢？咋的，怕媳妇儿啊？哎，话不至此，怕倒不至于，就是有点恐惧。还不知二位英雄尊姓大名啊？哎呀，在下许文强。在下丁力。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帮主出来自个儿拎个凳子呀？
一点身份都没有啊！啊，帮主习惯自力更生。哦，那行啊，这是出来之后家财都带出来了啊。这个组合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从台下来说，我们都跟曲艺是有交集的啊，对对对，都干这行，看他们觉着特别的亲切。另外，他们这组里边这三位主演啊，大潘、佳佳、张小斐，身体都不是特别的好啊。据传说，这大潘好像心脏不是特别好。就是我这胸疼一年了，就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乳腺这个东西，妇科疾病。对，这也不叫病，但是能恢复，再一点啊。就是那天就是疼的完了，这边就疼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可能心电图有点问题。他肯定是两边都会疼的，对的啊，是吧？佳佳好像身体也有状况，是吧？他是抑郁症，抑郁症，抑郁症啊！对，小斐呢？小斐啊，昨天晚上还38.9度呢。哎呦呵，对，就这个组合上公交车单有一个座位，知道吗？就是老弱病残啊。对对，你们是不是上我们这儿碰瓷儿来了？你们这我还没倒呢。哎呀，帮主啊！哎呀，快起来，帮主！不是不是，帮主，不是不是，不是，都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不拿钱不起，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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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赤裸裸的俄人啊！好吧，大伙儿记住了啊，特别可爱的上海滩的组合，希望你们今天取得好成绩。谢谢谢谢郭老师，谢谢大家。快快快快快！就算把县长放个底朝天，也得给我找出凶手。麦登，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我们运用技术手段进行了分析，凶手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应该与211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嗯，从理论上来讲，那从实践上来讲呢？从实践上来讲，毫无头绪。那你干啥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头啊，那个实在不行，就只有请他们出山了。你是说，超级神探吗？在哪儿？他们就在这儿。你们终于来了，这里留下我一个人，其他人撤离。哎，怎么回事你啊？还拍呢还？啊？你们撤离现场能这么撤离吗？那不破坏现场了吗？破案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现场，这都不知道吗？业余。瞎呀，那玩意儿杵那儿你看不着啊。那个捡两个碎片去看一看，查查有没有指纹啊。那个头啊，咱们案情进行到哪一步了？哎呀，我们现在非常的苦恼，死者离奇的死在自己的家中，而且最奇怪的是门窗没有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一个案件怎么会如此蹊跷呢？熟人作案。对呀，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啊，二位神探，他们是如何作案的呢？那好吧，给你简单的演示一下熟人作案啊。熟人作案。来，谁呀？是我呀，佳佳。呀，佳佳呀，老熟人呐。噗呲！没想到是熟人作案，我死不瞑目啊！啊，结案了。停！怎么了，二位神探啊？那个你们刚才这个描述非常的好啊，但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呢？因为他即便是熟人作案，他总得有点杀人动机呀。对，咱俩忽略了这点啊。明白了，明白了，再来一次啊。好，谁呀？是我呀，佳佳。呀，佳佳呀，老熟人呐，你找我干啥呀？没啥事儿，过来瞅你一眼。你瞅啥？瞅你咋的啊？不行，噗呲！没想到，是因为老熟人瞅了一眼把我干死了，死不瞑目啊！结案了，大哥。哎，不是，哎，
等一下，二位神探，你们刚才这个分析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呀。怎么不合理啊？你看啊，你们刚才说的是你瞅啥？我瞅你咋的？这种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东北，而我们这位死者他是一个南方人呐。南方人。哦哦，忽略了，忽略这一点哦，明白了，明白了，是我们错，再来一遍。嗯。哦。是谁呀？是我了，佳佳。哇，佳佳，找我做什么？没有事情啊，过来。瞅你一眼。你瞅啥？瞅你咋地？不行了啦，让你扑街呀。没想到是南方的一个老熟人，然后就瞅了一眼就把我干死了，我死不瞑目啊。破案了，大哥。停，二位神探，你们刚才这个也不太合理呀。怎么了？资料上显示，据邻居反映，死者在遇刺之前，从这个房间曾经传出过推杯换盏的喝酒声和争吵声。喝酒吵架，哎，这事儿合理呀？合理。嗯，咱遗漏了，来来，再来一遍啊！来，嗯，谁呀？是我呀，佳佳。佳佳呀，老熟人呐，找我干啥？没啥事，过来瞅你一眼。瞅啥？瞅你咋的？瞅我，你好像能喝过我似的。咋的？喝点啊。喝点就喝点，来，大哥，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哎呀，这家大半年了吧？今天多喝点，多喝点，来，我。敬你，哎，我敬你，哎，我敬你了，我在下边，我在下边，我在下边，我在大哥，怎么的？怎么的？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我瞧不起你咋的？噗呲！没想到一位老熟人喝酒瞧不起他，干什么玩意儿推我？不是，两位神探来了，又怎么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们这个推理完全不合理呀！怎么不合理？我有一个疑点，一直深深的困惑着我。资料上显示，在这个餐桌下面的地面上留下了两滩人类的汗液。你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流汗呢？我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会流汗。身体虚弱，体虚，虚。大潘，说到虚，你有发言权呢。我倒是虚，但是我也没出过一滩呢。对呀。怎么能出现一滩的汗液？出现一滩，我明白了，心虚。心虚？对，你不明白了吧？不明白。展示给你看，演示一下。来。哎呀，大哥啊，我真羡慕你啊，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哎呀，你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呢，这么年轻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啊。哎，大哥，羡慕别人媳妇儿可不对呀、啊，怎么的？你还能对你弟妹有啥想法啊？哎，不是，别啊，不能，那个，哎呀，这设计的不错，大哥，你是不是心虚了？你不能，没，我跟你说，我跟弟妹的感情绝对经得起推敲，我跟弟妹就跟你跟你嫂子的感情是一样的，啊，那你。你俩应该没啥事儿，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大哥，你不是也没骗我吗？那对，那就行。哎，两摊，够了，大哥，够了，来喝酒，我敬你酒，我在下边，哎，大哥，怎么的？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瞧不起咋的？噗呲！我没想到是老熟人，然后喝酒，然后瞧不起他，然后出光了，出两块汗，然后把我给杀了，我这死不瞑目啊！等一下，但是资料上显示，死者死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玩偶，这么死，好孤独啊！我怎么才能死得不孤独呢？玩偶搁哪儿呢？玩偶在卧室里。卧室你咋不早说呢？这玩偶好沉呐！我终于可以死了，没有什么心愿了。啊，大哥，这回破案了，应该是吧？来，停！啊？咋了？行了，什么呀？你们俩刚才是干什么呢？啊！你们分析的完全不对呀！你们两个是我看到过的最差的侦探，
来人！头儿，这个案子是破不了了。现在我宣布，此案为悬案，暂时封存。收队。是。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是有蹊跷，大牌神探，还得麻烦你一下呀。假如你是死者，你在死之前会留下什么样的线索呢？假如我是死，有了。哎，快！啊，不行，你坚持住，不能死去。我要在临死之前留下线索，告诉世人凶手是谁。对，你要坚持住，坚持住，快留下线索。在哪？在哪？在哪里留下？我要在这里留，这里不大合适，不大合适啊！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在哪里？我在这里，这里，这里，快！时间来不及，马上就要死了，在这儿。凶手是头儿。头儿？不，什么是头儿？头儿。用北方话说就是头的意思，头的意思也是老大的意思，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你配得起这个头字，所以凶手就是你。不是，这怎么可能是我呢？啊，不是你，你紧张啥呀？哎哎，怎么还出汗呢？哎，这汗出的。别别别，没有啊。你是不是心虚呀？我没有心虚啊。那你是不是撒谎了？我没有撒谎啊。啊，你是紧张了吧？不，没有紧张。你不紧张，你杀人干什么呀？我杀人是因为他这个。听见没有？他说他杀人，绑起来，快抓起来！对，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明明杀了他之后，看着他死了，我才走的呀。他哪有时间写字啊？哼哼，没有错，字儿是我们写的。刚才又陪你演了一场闹剧，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炸出来。不对，那也不合理呀。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怀疑我呢？因为你找了我们两个来侦破此案。全城那么多一流的神探，为什么不找？为什么找我们这两个最迷糊的神探呢？但是你万万没想到，今天我们俩却一反常态，让这个案件水落石出。现在我宣布，破案。破案！在这座充满罪恶的城市里，一直都有两位英俊神武的守护者，他们用异于常人的方式掩盖住了极其聪明的智商，他们就是超级神探大潘佳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你们那脑子上这个冒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特别简单，啊，主要真紧张。这有，这有一个球。来，我看看这还有水吗？有。哎呦，还真是的啊，是一挤就出水了吗？对。大潘，哎，你紧张吗？哎，我不紧张，紧张什么玩意儿啊？这提，不是，一点都不。哎，这个太好玩了啊！嘴巴尖锐的。你跟张小斐私交怎么样啊？我跟张小斐啥事？张姐，哎。哎呦，这挺好啊。佳佳呢也能滋出水来吗？我滋差不多了，真的呀。对，我不会撒，我不会撒谎。你上这儿来，快来，你掏出来。我的手怎么掏出来？你拿出来。哎呦，你这还真是差不多了哈。真长啊！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了哈。这个今天紧张吗？今天不紧张。哎，这个好玩吗？这个。对，大爷说特别喜欢看，你往这儿站来。来，大爷，我们演的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喜欢看他的节目吗？喜欢。这个真好玩是吧？大伙儿支持的，相信大潘和佳佳的成绩应该是错不了。辛苦了，咱们待会儿再聊，谢谢。好，谢谢罗老师。这期是淘汰赛嘛，所以说我们想能够给观众留下更深印象，这也是我们主要原因，为什么会更换这么多次剧本。又到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爱心团队的义工们又再一次来到了东城区敬老院，为可爱的老人们献上自己的一颗赤诚敬老心。爷爷，您再泡会儿。不泡了。哎呀，泡一会儿。我听说呀，这泡脚能改善血液循环。姑娘，
我怎么听说泡脚得用热水呢？爷，冻死我了！爷爷，我这大意了，我去给您换盆水去。潘大爷啊，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不专业。崔大爷，你看我够不够专业？专业，小伙子，按了4个半小时了，歇一会儿吧。大爷，我不累。哎呀，那小伙子，那咱能不能换条腿按呢？大爷，您这条腿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肌肉硬化，别看我捏了4个多小时，可它却依然这么硬。硬吧？嗯。小伙子，大爷一直没告诉你，这条腿呀是假肢。能不能按会儿真的呀？哎，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啊，那个你们的心意呢，我们都领了啊，回去休息吧，咱们有缘再见啊。那行，大爷，那咱们就先走啊。好， 好， 好，大爷，祝你们身体健康，再见。谢谢谢谢。慢点，慢点，我送送你们，送送他们，慢走啊。哎呀，老张，哎，人走没？走了，走了。好，老陈，换音乐。停！老潘呐，刚才两个义工在，我没好意思问你，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没有贵干，我就是看看你这身体啊，还挺不挺得住。我呀，还挺得住。不过我听说你最近心脏跳得贼快呀，怎么的？身体扛不住了？哎呀，托你的福啊，现在好了，不仅跳得不快了。有时候啊还偷摸挺会儿呢。你呢，听说肾上长结石了？这家这玩意儿遭罪呀，你要等待了吧。托你的福啊，现在啊不仅不等待了，有的时候还不请自来呢。为了庆祝你这个不请自来，我们哥俩给你献首歌怎么样？什么歌？哎，停停停啊，停！别别，这老崔头上玩埋汰呢你！能不能说点正事儿？找我干啥来了？行行，言归正传啊，快说！啊，省城啊，过两天要举办一个老年人的喜剧大赛，你听说这事儿没有啊？什么比赛呀？叫《欢乐喜剧老人儿》。哦，这节目我听说过，都谁参加呀？有王老力。王老力。老麻花，老月月呢？哎，死了死了！要我说呀，那会儿这人呐就没法说，你说，去年是不是咱搁一块打麻将呢？完了，你说谁寻思今年就换了一家敬老院？这小不就有钱？你说你。这老潘，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咋的？我刚想笑出来。你笑什么玩意儿？你什么老头儿？你我告诉你啊，嗯，敬老院有明文规定，说咱这岁数的老人不让参加这次比赛。反正我是去，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老潘头，只要你敢，我就敢。哎呀，老崔啊，咱可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了，说话得算数啊。老潘。我崔志佳从小就不服管，咱敬老院不让抽烟我抽烟，不让喝酒我喝酒，我怕啥呀？呀，不怕说，那我来来敬你一杯来。老潘，你记住了，在这个敬老院，我崔志佳谁也不怕。好的，院长，我现在就去那屋看一下。我吃。下棋呢？下棋呢？陈大爷，那个音乐关一下。关一下。啊，我来说个事儿啊，这次卫生评比标准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屋是最差的，
各位大爷们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把咱们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潘大爷，你干啥呢？你怎么还吐痰呢？你把养老院当自己家了？不是，那我是当是不当啊？不是潘大爷，你要再这样，我告你孩子去了啊！你告他干啥？这那啥，我唱了不完了吗？这没有了都。来来来，大家都动起手来，好不好？打扫卫生。来，来咱们一起收拾一下。来来，对对对。等会儿，这是什么？嗯？怎么还喝酒呢？不是这个吧？这东西是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的道具。对，道具。排练文艺节目。对，潘大爷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次比赛你们去不了。这种体力活啊，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啊。我们呢，就是想参与一下。参与啥呀？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你去那儿干啥呀？怎么的？我几十年的基本功白练了是吗？啊，还话都说不利索，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啊？听好了，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拉着五斤塔嘛；打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哑巴也不会说话呀。啊，哑巴举双手赞成。得了吧你，潘大爷，你坐那儿去吧。不就你们这水平啊，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走了。慢点啊，走了，走了。哎，咱们接着聊啊。嗯。我说到哪儿了？你说你啥也不怕。对，我啥也不怕。你可拉倒吧，你啥也不怕。刚才护士来给你吓那样，你看看。不，老潘，你怎么什么事都跟我比下的呢？怎么的？我跟你比什么时候输过？那咱俩比下的啊。比就比。啤酒，没意思。这个一瓶敢不敢？这个一坛敢不敢？那行，那咱俩就比一下子。比就比。潘大爷，你干啥呢？你还喝酒啊？不是，他也喝酒，你没看着吗？崔大爷，不是，我这是水。这个杯子，哎呦，哎呀，还挺烫嘴。人家那是水，我这个也是水。哎呀，我听说呀，多喝热水对身体好。干了，人家干了，我这是酒，你赶紧拿走，快点快点快点，完蛋了，是酒，你怎么还喝呢？大爷们，你说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省点心啊？啊，我告诉你们啊，一会儿子女会，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向子女们反映一下。你这是他们干啥？哎，对了，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说错了，说错了，不是啥呢？你不是不是不是。哎，陈大爷，你干啥去？那个护士啊，我没儿子，不跟你们掺和了啊。没事儿，我把你女儿找来了。扶我一张。哎，老陈，来来来，赶紧准备一下啊，马上就到。干什么？快抓紧的吧。准备一下啊，抓紧，来。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子女们入场。那个陈大爷，今天
就是一年一度的子女会，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下面我来点名啊，老陈的女儿小陈在，老张的儿子小张这儿，老潘的儿子小孙到，随他妈的姓。那个潘大爷啊，来你来你来，咋的？你俩站一块儿，我看看啥意思啊？咋的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啊，那个来来，回去回去回去。好。那个继续啊，那个我是老崔的儿子，小崔。你等会儿啊，你是谁的儿子？我说我是崔志家的儿子，我的。潘大爷啊，再麻烦你一下呢。怎么老麻烦我呢？找他干啥呀？对。妈呀，这咋回事呢？是有点蒙圈了。没事啊，啊，没事啊，回去吧，孩子。啊，好好好。不是老潘呐，啊，七三年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小梅的女的？不认识啊。来来来，咱们啊谈下一话题啊。我想问问各位老人，咱们敬老院的宗旨是什么？稳稳当当安度晚年。没错，可是你们稳当吗？最毛躁的就是你们了。跟你们说一下啊，以潘大爷和崔大爷为首的这几位大爷要开着摩托车去省城参加比赛，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这事儿你说他干啥？你说这事儿，这事儿，这事儿是你们添麻烦的。停，不坚持，停，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啊。来，你先说。那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我可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身体重要。我的意见也是不同意。哎呀，你坐下吧，不一定谁儿子呢。不是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这事儿现在孩子是不为你，你再跟我们讲，必须得我跟你讲，我交代你们。好了，我说两句，去不去的我不管。那这万一要是在去的路上出点什么意外，最后遭罪的是谁呀？就是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需要钱呢给我打电话啊。我也走了爸，好好在这享福。有事打电话啊爸。我也有事啊爸，我不同意啊。大爷们，这个孩子们呀，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啊！现在时候不早了，早点睡觉啊。熄灯。本台消息，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亿以上。这个、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飞行员。很多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安静。人为什么要活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是你们余下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有梦想的话，就去追吧。你敢不敢呢？老潘，我说过，只要你敢，我就敢。好，走。
忏悔手表就是这么丢的。这个题目挺打动人啊，一个是谁也想不到的选题，弄一敬老院的这多难弄，当然好看，因为什么，有思考，有很多的情怀在里面。来，掌声送给大潘佳佳。这个今天呢来了踢馆子了，这人叫白凯南，你们认识吗？我们师兄弟儿。你们师兄弟啊，我就爱看这个手足相残的事儿，你知道吗？那要外人打着都没意思，自个儿人动手那才快乐了啊。面对镜头，他正在犄角旮旯看着你们了，说几句话吓唬吓唬他。老白，你别白来哦，你拜拜啊，拜拜。哦，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以为就光说相声的不团结呢啊，你们演小品的也这样是吗？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应该做一些自己我们想做的一些。表达自己的这么一个东西，要抛弃什么比赛，什么抛弃我就进不晋级，他抛弃我那淘不淘汰，我今天就想嗨，我今天我们就想玩。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一个杀手锏。观众朋友们准备好啊，不仅让你们笑，我们还要让你们嗨起来。乡亲们，回去吧，不要再送了，我们去省城一定能实现自己的音乐梦。对，大盘佳佳，走之前呢，村长再跟你们说两句，这次你们去省城啊，开始的时候难免会有些惨的时候别害怕，往长远来看，想想以后。对，以后会好的，以后会更惨。行啊，乡亲们，我们明白了，就是不管我们哥俩在城里混成多惨啊，我们尽量不回来，不回来。你们确定？确定，确定。是啊，大哥哈，没想到乡亲们这么喜欢咱俩哈，这么热烈送咱俩。对，我也头一回感觉这么热情。来，大哥，赶火车吧，赶紧走。等会儿。你要干啥呀？我临走之前我得见个人。谁呀？就是隔壁那个刘家屯的屯花张小斐。她长得老漂亮了，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我脑子里都会回荡这样的旋律。哎呀呀呀，行了，哥拉倒吧，还想起这样的旋律，咱俩是搞摇滚呢，怎么还能整这种旋律呢？快走，赶火车去了。别，我跟你说，我这是我离村之前最后的愿望，我必须得实现它，你帮帮我吧。哎呀，行，我帮，你说怎么帮。哎，女人啊最喜欢的就是惊喜和礼物啊。一会儿呢我就躲在草棵后边，然后呢把这花露出来，小北一过来呢，你就说：“哎，你看这是啥？”我就从草垛后边站起来，我说：“鲜花是最美丽的东西，最美丽的东西就得送给最美丽的你。”他肯定蒙圈。然后在他蒙圈的时候，我把苹果光给他。哎，你说这招怎么样？啊，行，我帮你办。那小北呢？小北去，来，这就是，这快，那就是啊。对，就是，真土。小北打扮的真土，真屯。哎，你好，那个你是小斐吗？啊，我是啊，怎么了？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干什么玩意儿呢你？不是，不，大哥，这旋律是我会有这种旋律，你怎么会有这种旋律呢？不是，大哥，我怎么了？我原先他怎么就特别兴奋呢？你兴什么奋？你跟人说花的事儿。哦，对，说花，我差点忘了。对，说花。行，我办正事儿啊。对，你好，我跟你说点正事儿。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说那个说，啊，对，小北，你看这有朵花。我听说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最美丽的东西就应该送给最美丽的人，所以这朵花送给你。谢谢。这什么玩意儿呢你啊，你干啥呢你这是啊？对了，小北，这还有个苹果送给你。谢谢。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怎么了？你干什么呀你啊？哎呀，大潘，小伟。我大哥，我有点情不自禁了呢。不是，我傻了吧唧还在这飞呢，你才没亲上你啊。不是，大潘，你在这干什么呢？没事儿，我就是寻思送你个花，然后再送你个苹果。拿来吧。对，好尴尬呀。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哎呀，你看你们两个这是干嘛呀？让人家看见多不好。那我先把这两个东西送回去。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啊？你干啥呢？不是，大哥，我怎么就突然间一瞬间就爱上他了呢？你刚才不是说好我让你帮我追他，你怎么能爱上他呢？大哥，咱俩是兄弟，谁追不一样啊？那能一样吗？那你说吧，让我怎么帮你追？你不用帮我追，你那个你一会儿小斐来呀，你就当他面你就走完伤他心就行了啊。那我现在走得了呗？你先赶紧走，走走走，不信。小斐，佳佳，别走了，快点。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一步。你干嘛去啊？那个我有。不是你什么事儿啊？我微信运动还差300步，凑10000步，我去凑个整啊。小斐，没事，佳佳不在，我陪你。那个正好现在外人也走了啊。那个我寻思，我临走之前，我想送你一个礼物。嗯，不用。哎、啊、呀，你把眼睛闭上。闭眼睛干嘛呀？女孩不都喜欢惊喜吗？啊。你闭上，你闭上，你闭上。哎。亮，你猜猜我送你是什么礼物？你肯定猜不到。项链。不对，小卓，不对。哎呀，你这太难了，这我根本猜不到。你鲜花，好尴尬呀。不是大潘，你到底要送我什么呀？真的太难猜了。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那你还挺有想法的。大哥，你怎么这么笨呢？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小斐，我跟你说吧，你也知道。我大哥一直对你有意思，今天来了就想跟你表白。对，你就撂句话，我俩你选谁？怎么还选上了呢？还我怎么？不是我没法选。必须选一个。必须要选吗？必须选。我选大潘。佳佳肯定不高兴。我选佳佳。好尴尬。这大潘肯定也不高兴。哎呦我天哪，你那不大胆欺负你小伟。我没法选这个。我给你选个人。放开那个女孩。谁呀？宋代三宋。啥怪物啊？停！知道我们是谁吗？你看谁呀？我们是没落的贵族，沙浩、马军、冷特，我们就是杀马特。全村谁不知道，我就是藏爱家族的大公子冷少。在我的地盘还没有人敢跟我抢女人，你若动我天堂，我必戳你脊梁。俺们大哥叫你放手。哎，不是大哥，他们说啥我怎么有点蒙圈呢？我能听懂我是孙子。今天我一定要带小斐走，让他陪我去玩劲舞团。哎，方哥，光天化日在我面前想抢走小斐，要想抢走小斐，你们先过我这关。
来呀、啊！我刚才扔衣服干啥呀？是啊，我要跟人打仗，你嘚了吧嗦，你把衣服扔，配合我干啥呀？我这不是造一下气质吗？你这耽误事儿。那个，你要不让我暖和一会儿？我怎么让你暖和？你这样的，不是大哥，哎呀我天！大哥你干啥呢？我要跟人打仗，你进我衣服干啥呀？冻死我了，我暖和一会儿。你打你的。再不服我就动手了。你们谁不服？来呀！等会儿，哎，你们三个欺负我一个不大地道吧？哼，对付你根本用不着人类。哼，我来。在下藏爱沙浩，请赐教。前柳村家家，请赐教。来吧，来吧。兄弟，看你身手，应该练过武功吧？没错，我练过20年。阁下应该也是个练家子，没有错，我也练了20几年武功，我没练过。来，兄弟，不知道你练的是什么武功啊？72路，弹腿。阁下练的是？在下练的正是金钟罩，铁布衫。哦，那就让我的72路弹腿来领教一下你的金钟罩铁布衫。哎，现在不方便。为什么？铁布衫不在。我是铁布衫吧？你这是故意的你！我跟你说，来来来，我给你当裁判，你俩一块打，1、2、3，开始，快点，来吧！你俩是不是不敢打呀？啊，不敢打，让我脑一会儿行不行？不行，你这太危险了，你，大哥，让我继续脑一会儿啊！哎呀！那就是，我跟你说啊，几位啊，几位少爷啊，我俩哥俩服了，我们哥俩肯定对你们什么家族俯首称臣啊。那个你们该说怎么的怎么的，小伟啊，我就说几句话就行了，你说该忙忙就行。这样，既然你向我们皇族低头了，我就赦免你。小肥啊，有事儿一定要去找我，我就在村口的那个野狼网吧包宿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哎呀，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打死我了！咱俩其中选一个吧，这边对你俩赶紧，快，咱们俩人选。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妈想让我跟冷特好。谁呀、啊？就刚才红毛啊？啊！哎呀妈呀！不是小斐，你妈瞎，你也瞎呀？不是。你们俩根本就不了解冷特，冷特为人非常的务实。他自打学习了美容美发以来，从小工做到了技术总监，从身无分文到坐拥百万，那是他从最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才继承他爸遗产的。可是你再看看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就是不务正业呀。我俩怎么就不务正业了呢？我俩坚持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什么不好啊？对呀、啊、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们俩呢？你们两个就是普通人，普通人就得干活，你们两个搞音乐那可能吗？不，老妹儿你说啥呢？普通人怎么就不能搞音乐呢？我以前就是保安，我烧锅炉的，我烤羊串的。那现在呢？我烧锅炉，我保安，我烤羊串。梁龙吧，几位大叔，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呀？无论是干什么的都有喜欢音乐的权利。对对，你只要有信心呐、啊、理想一定能成功。让你看看梦想的力量，造起来耶、yeah! 哎、
有点大呀。想采访了啊？为什么？我们太帅了是吧？不是，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太震撼了，太震撼了，没想到你们放大招了。没有，咱们都是喜剧人，你们这么干有意思吗？咱都是喜剧人，你主持有意思吗？对呀、啊。其实各位不知道，大潘原来是个歌手，佳佳也是学习音乐的，音乐的，对吧？今天叫来了二手玫瑰，上了一个。潇洒走一回，对，还有没有别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听，好不好？啊，来一个吧，来一个吧，啊，第一个，我起个头呗，好啊，预备走。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五环街，众仙过里最壮观。我以为膨胀的连武丹之歌不会唱。对，你别能。我当然会唱了，我抄人家的。那个，好，回去休息吧。好了。你这下面没有话了。没了。没了。没什么问的了。你这么快、啊？上期你师傅在这时候吧，老能跟我们说，老没完没了的，多好。我不愿意说了，我不喜欢这个作品，刚才那个。你们太嗨了！新人观众，刚才你看啊，大家喜欢就好，希望你们得到好的成绩，好不好？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谢谢大家。看一下，刚才有很多观众已经站起来了，就是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初衷了，就是燥起来嗨。明朝末年，兄弟镖局接了一单护送千年古玉的任务，可谁又能想到这古玉却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大哥，你醒醒，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大哥，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这睡会儿觉就那么费劲啊，吵吵！大哥，你没死啊？死什么死啊？我困完了，我都。你困了？那刚才来劫镖的，你在这睡觉，我以为你快死了呢。镖被劫了？啊，镖被劫了，你咋不上呢？大哥，我不是怕吗？怂！大哥，那帮人还没走远呢，要不把他追回来？这话你说的好像我不怕似的。哎，大哥，你这样，我有个主意哈。啊，那个咱俩被人劫了这么多回了，也有经验了，咱俩为啥不劫别人呢？对不对？咱俩劫着钱回去还有个交代。对呀，咱俩老被劫，有经验，久病成良医啊。对呀，一会儿来人啊，谁来劫谁，行不行？行，就这么定了，一言为定啊。看清楚了啊，我劫。啊！
啊，你上啊，犯不上。哎，你不说得狠吗你？你不是你，你狠呢你？哎，老弟，嗯，你挺怂啊！不，大哥，你说我怂，我还能怂？大哥，这样啊，咱俩一起上，敢不敢？有本事你先上，跟着我啊！走的，完你看看。干啥呢？那不是那个，是那个。是，好尴尬呀！尴尬你打我干什么？你钱掉了。哪儿呢？可能是在这儿呢。哦，可能从我兜里掉出来的。对对对。谢谢。哎，佳佳，你过来，来，佳佳，哎，佳佳，你过来，大哥，快点，你干啥去了你啊？我溜达一圈。不是，大哥，你刚才干啥？怎么还给钱呢？不是咱说好的抢钱，还给人家钱，是人家高点儿、壮点儿，给你吓成这样啊？说好的狠呢、惊艳的在哪儿呢？钱怎么没抢来呀？这样吧，一会儿我打劫给你看啊，学好了啊，一会儿来谁我抢谁，知不知道？行，看好了，好好好，做个示范给你看，给我站那儿。哎，那个小孩儿，你回来呗。你咋不狠呢？我刚才声音可能有点小，他没听见。你倒是狠呢。这小孩啊，我跟你说，对付小孩你不行，对付小孩还得看我的。拉倒吧。看着啊，小孩儿，你给我过来。能咋的？你叫我家小孩，是不是你、啊？是你。你叫我家孩子什么事啊？啥事啊？说呀。那个，马上过年了，我给孩子拿点压岁钱。啊。谢叔叔，谢叔叔。哎呀，大哥，一分钱没有了吗？高兴了吗？一点儿没，你有本你上啊！你这玩意儿，行，我怎么下去？哎，我跟你说，我终于总结出经验了。啥经验呢？是男的，咱俩都结不了。那啥意思啊？有本事咱得结女的，结女就能结了。大哥，你说啥呢？你说啥呢？我说结女的呀。有骨气，我欣赏。我一直没琢磨透，得咋结女的呀？对对对对对。哎。大哥，大哥，来！大哥，你看这个女子挺柔弱，咱俩就抢她行不行？行，你等着，等着，看我的啊！一招制敌，放心，来吧，来吧。把钱给我交出来！这是啥情况啊？我都蒙圈了。少废话，把钱给我拿出来！不是，大姐，你是干啥的呀？我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啊？青楼的呀。哎呀，那是以前，现在是劫匪。我这兜里是真没钱呢，我。你呢？不是，我们平时标示出门也不怎么带钱，带特别。你不拿钱，我就宰了他。那我没钱。哎，不是你刚才你从那兜里那不兜里不是钱，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大哥，你说什么呢？你要动我兜里这个钱？对啊，大哥。这个钱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这个钱可是我明天早上吃馄饨的钱。好尴尬呀。那个什么，我那个哎，我重要还是这个馄饨重要啊？啊，你干啥去？我寻思寻思。你给我回来。
啊，这破事还用寻思吗？不是大哥，你能别逼我？你一个混子在我心中都特别的重要。大哥，你别生气，我给你分析啊。啊，你想想呢，混沌能够填饱我的肚子，对吧？而你，大哥，混沌重要。好尴尬呀！来，快杀了我，快点。行了啊。你俩都别给我整这没用的，没钱是吧？那我就动手了，一二三，慢着。那个大姐，看来这节我逃不过去了，我能跟我弟弟说句话吗？老弟，看来大哥逃不过这节了，我希望下辈子还能做你的哥哥。哥哥，弟弟，哥哥，弟弟，哥哥。说你是哥哥，我是弟，你要为我遮风挡住呀，灿烂的路也要在弟弟哥哥人生的路径。干什么呢？干什么？干什么呢？你们两个啊？哪儿呢？你们俩，我也没动啊！哎呦我的妈呀，还给我来这慢动作，你们这干什么玩意儿呢？不是，好尴尬呀！大姐，你可能不了解我俩的那种情感，我俩情感特别深厚，分不开。我明白了，你想替他去死是不是？对。那我成全你。等会儿，大姐。在我死之前，我想跟我大哥说几句话。大哥，下辈子我还想做你的弟弟。弟弟，哥哥，弟弟，哥哥，弟弟，哥哥。你说你是哥哥，不是，不是，大姐，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对对对对对，男人之间是什么情感？男人之间就是弟弟、哥哥。你说你是哥哥，我是弟弟，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再难的路停。这下你俩满意了吧？啊，这下公平，送你俩上路。住手！谁？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大哥？哎呀，那个，这位大哥，误会啊，误会。其实啊，咱俩是同行，今天在你的地盘上多有得罪，改天去我的山头，我请你喝酒，好不好？你跟他们两个不是一伙的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他俩啥气质啊？我是啥气质啊？是不是？走吧。谢谢。哦。走了，慢走啊，媳妇儿。等会儿，不是你说啥？拿上咱们钱，抓紧走，嫂子。不是那个大哥，把他给我绑上。不是，我告诉你们，嫂子挺好的啊。滚！你怎么跟嫂说话呢？行了，我告诉你们，有钱赶紧拿钱，没钱我可就要杀人了。有钱，钱都在我媳妇这儿呢。对，嫂子，把钱给人家吧。拿来吧。大哥，给。就这么点儿啊？啊？你们仨人出来带这点钱呢？嗯，我媳妇儿有点抠。我告诉你们，没钱我可就杀人了。
我看看先杀谁。别，拿命来，刀下留人。老五，大哥二哥，我来救你们。大哥，老五武功高强，一定会救咱们出去的。对，那就试试吧。来吧。武帝，大哥，谢谢。武帝，大哥，大哥，二哥，我这就救你们出去。好，好。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一迷醉的眼。没人，哎，和我，你弟弟跑我这搞对象来了？不是，啊、我武帝以前是采花大盗，恶习改不了，对，单身多年。哎呦，我说这句，问一句啊，没有哥们再来了吧？没了。那好，那我今天杀了你们，你给我站那儿。谁呀？我一猜就知道你们两个镖师刚刚跟我装死，想瞒过我没那么容易。赶快交出千年古玉！你是谁呀？你管我是谁？交出千年古玉！什么千年古玉？老四，就是你兜里那个东西。谁是老四啊？我兜里有啥了？老四，昨天晚上我跟大哥不给你的吗？我们几个昨天晚上……啊，我知道了啊，老二，老四这个办法特别好。就假装不认识我们，陌生人带着古玉跑了。老四聪明，平时老四特别聪明。快跑！快跑！快跑！干啥呢？跟什么挤什么眼呢？拿我当大傻子呢？我告诉你，要是交不出千年古玉，谁也别想活着出去。哎呀，好，在我的山头还能让你们给欺负了？兄弟们，给我上！上！有！发！发！有！大哥啊，这下咱俩安全了。我跟你说啊，二弟，咱们不会武功行走江湖啊，就得靠脑子，一定要记住，好人必将会有好报的。上一周我没在，想我了没有？可想您了。我哪问你们俩了？上一期他们俩被淘汰了，心里有没有难过？哎呦，特别难过。主要是上一期郭老师不在，没有人跟我们做主了。结果今天又回来了，你猜是因为什么？因为您回来了是吧？是吗？我倒不是为了你们俩啊，你们俩不回来，他就回不来了。那个郭老师啊，啥事儿啊？那个、我们俩参加比赛，您是不是得踩我们呢？啊，是有机会，有的是机会。OK。那个玩笑说玩笑，这次回来了心情怎么样？那我们这场等于是被复活了，被谁复活？是被观众们复活，观众们一致想让我们复活。哦。然后在这里我们，大宝，我俩。对，谢谢大家，谢谢观众，谢谢，努力好吗？谢谢观众，加油，谢谢观众，谢谢。徒儿们，练功可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你们能坚持否？能。好，那我就根据你们不同的天赋来教导你们。你们都擅长什么呀？我擅长耍棍。好，那我教你棍扫一大片。你呢？我擅长耍枪。我教你枪挑一条线。那你呢？我擅长轻功。好，我教你神清好似云中雁。那你呢？我擅长追女孩。过来。那你教师父怎么追女孩啊？靠颜值的，师父你不行。你说师父不行是吗？好，
那你以后练葵花宝典吧。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只有你们相濡以沫，才能将本门武学发扬光大。待你们学成之时，师父就把本门的秘籍交与你们。谢师父。明朝末年，战火纷纷，神机老人为解救苍生，将毕生所学传给四位儿徒。转眼间30年过去了。二师兄站住，别睡了。二师兄站住，痛了。二师兄，你给我站住。站。二师来呀。姑娘，看没看着刚才我追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跑了？你瞎呀，这不搁这站着呢吗？哦，你也不知道是吧？那我上那边看看去。你给我站那儿。呀，二师兄，哎呀，你怎么搁这儿呢？这么巧。师弟啊，你挺厉害呀。啊，我跑了一天一夜，你生生追了我一天一夜呀。哎呀，你就这么在乎我怀中的武林秘籍吗？不是，师傅让我过来看看你。看我啥呀？你这师傅说你不好好练功，师傅教你是鸳鸯刀，你在家胡胡撩，撩了一天一夜，累得我一天一夜，累死我了。你还好意思说我？你好好练功了呀？你说那我那功能练吗？我咋的？师傅让我学的是葵花宝典，那破书我翻开第一页我就知道这是功，我肯定不能练。为啥呀？还为啥？他问为啥？这还用问吗？我不识字啊。这好不好？这本书全是字儿，一个图都没有，我上哪认识去？师弟啊，师哥告诉你，葵花宝典要是有字儿有图就成了禁书了。你别整那没用的啊。我跟你说，大师兄和三师兄他们俩已经联合了，你知道吗？就奔着你这个秘籍来的。听声音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呀。这怎么办呢？咱们见机行事吧。行。来了来了。呀呀呀呀呀呀。谁呀？张子栋啊。吃草去吧。吃草吧。哎呀，二位师弟好巧啊，这么多年不见了，今天在这儿遇到了啊。那个大师兄三师弟，我们俩还有要事在身。对对对，告辞告辞啊。走。慢着。慢着。干什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咱们是不是应该喝一杯酒啊？好好啊，那咱就喝上一杯。喝一杯。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干。哎呀，这酒也喝了哈，是不是差点菜呀？老板娘，来份西湖醋鱼。来了，刚出锅的西湖醋鱼，慢用啊。来，大师兄，请慢用。哎呀，四师弟呀，你点这个菜不怎么样啊，闻着就特别的腥。看我的，这。来，大师兄，你再闻一闻。还真不行嘞，好一招吸星大法！吸星大法。那好，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条鱼，比比内功如何呀？哼，谁怕谁？比就比。来来，下药。谁也别吃。大师兄三师弟，看来咱们内力旗鼓相当啊，我跟师弟还有重视在身。对对对，我们告辞告辞。等会儿，你们四个谁把账结一下啊？谁走谁结账啊？
哎呀，咱们再起叙叙旧了。对对对，多年不见，来，找什么你？少废话，谁结账？老板娘，你怎么给我三个师弟说话呢？啊？你这说话，气死我了！这这，你看这事闹得给大师哥气的，你说他饭没吃完，酒没喝完呢，就要结账。你看我来，我再来一杯，我再来一杯，来来来来来，哎，三弟慢点，我敬你，来来。哎呀，酒里有毒，酒里有毒，哎呦。好尴尬呀！好尴尬呀！怎么就我来呗？我请啊！行，我请就我请来啊！几位师哥，我请。呀，我没带钱，我没带钱，师哥，我没带钱，你这咋整？那个大潘，你是没带钱是吧？对对对对对，那我来帮你结。行，好，来，给你。你帮我结就从我这掏是吧？啊，那还能怎样啊？行吧行，你俩别装了。大师兄，三弟，结完了都。哎呀，突然舒服了好多呀。哎呀，是这样啊，我俩还有钥匙在身，告辞。告辞，走。慢着，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呢？不是，你俩要干啥呀？嗯，今天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今天是你三师弟和我的大喜的日子。哎，停！哎，大师兄，三师弟，你俩就不要在我面前装了。我知道，你俩是为了我怀中的秘籍而来。那你们今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看来咱们师兄弟是难免有一场厮杀了。不如咱们光明正大，咱们以武功论高低。好，比就比，谁怕谁？来吧，那咱们开始吧。葵花点穴手，我封住你的下盘。哎，我的腿！哎妈！哎呀，哎妈！好，哎呀，我的腿！哎，你来呀！哎呀，来你上啊！哎，葵花点穴手！哎。这样啊，那啥啊，咱俩决一死战吧。那我们就我们毕生绝学决一死战怎么样？来吧，降龙十八掌，斗转星移，对，斗转星移，哔哔哔，咯，斗转星移，喂，对，斗转星移，哔哔，咯，斗转星移，喂，对，行，不打了，没事，师弟啊，不行了。我没有内力了，再打下去，我这嗓子受不了啊！太费嗓子了。这样哈，我有个好办法啊！听了，把他俩解开。来，大师兄，来起来了。哎呦，你俩太损。我呢，现在有个好办法，咱们比比剑法，决一死战，谁能坚持到最后，我这本秘籍就是谁的，怎么样？好。兄弟们，出手吧！孽徒啊！你们在干什么？啊！我当初你们四人孤苦无依，我将你们收入本门，就是希望你们能相濡以沫，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可是你们呢？你们忘了你们的初衷啊！
也罢，这一本才是你们要的秘籍，拿去吧。你刚把大家都叫出来呀、啊？师父说我们四个为徒弟，我有个提议，不如我们四个结拜为异姓兄弟吧。好啊！我子栋，我佳佳，我一鸣，我大潘，今日在此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相濡以沫，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走吧，练功去喽！来去喽！练功去喽！只有秦淮的，我张子栋，我崔志江，我张一鸣，我潘斌龙，今日在此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相濡以沫，将本门武功发扬光大。很感动。爱笑的这哥四个又聚在一起了，这是值得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对对对，今天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也用你们这个想法来诠释了一下不忘初心呢？对，是的，因为这个师徒四人，然后一点点学艺，到最后又争奖秘籍，然后最后又被师父逐出师门，然后才会找回初心。我觉得是想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形容一下我们就是现在这种感觉。其实我特别感谢他们，因为什么，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我在部队也是个相对于佼佼者吧，但是我到了爱校以后，我忽然觉得我什么也不是，就忽然觉得我不会演了，我就当时就懵了，然后我一点一点跟他们在学，一点点真的一点点学。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谢谢他们仨，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谢谢你这个。好吧，不忘初心方能成其大事啊！稍事休息，看看待会儿的成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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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哎，大哥，咱俩有这么多金银财宝，这回咱俩可真发了啊！哎，你说小风吹得我还挺舒服啊。哎，你说这小风不会一会儿变成大风大浪吗？大哥，你说啥呢？咱俩当了这么多年海盗，这小风能变成大风大浪吗？凭我的，不可。哎大哥，你怎么说什么来什么呀？大哥。大哥，咱俩在岛上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了，你说咱俩还能逃出去吗？不行，我太困了，让我睡会儿觉。不是大哥，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你这时候睡着真就睡着了，醒不来了。不行，我太困了。大哥你别睡。大哥你这样啊，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听说讲故事能分散人的注意力。大哥，你还记得你35岁生日那天吗？我跟嫂子给你过生日，你喝多睡着了，然后嫂子看着我，我看着嫂子，嫂子的脸红扑扑的，她跟我说：“佳佳，要不咱俩
进屋。什么玩意儿？怎么整屋里去了呢？啊？你干什么玩意儿呢？怎么进屋干啥去了？进屋。哎呀，进屋给你拿被子，怕你着凉。你这整的这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你！我睡了啊。不，大哥，大哥，你别睡，你睡得真起不来了。大哥，你听我给你接着讲啊。给你拿完被子之后呢，嫂子又偷偷的看着我，我又看着嫂子，嫂子的脸还是红扑扑的。嫂子跟我说：“佳佳，要不咱俩洗洗。”你说什么玩意儿？还洗洗？你洗什么玩意儿洗啊？洗碗还能洗什么？你睡着了谁洗碗呢？你这一天怎么说话那么吓人呢？怎么一天天的？你说我也不睡了，不怕你睡着吗？你这一天你净整些没用的。你说你啊，咱俩好好当了海盗啊，你非得说结婚之前要整一个疯狂的单身之旅啊，咱俩偷摸就把船开出来了，这下够疯狂啊！不仅是疯狂，咱还遇着狂风了。让狂风给咱吹着破岛上三天没走了，大哥，我现在挺不住了，饿得肚子咕咕叫。没事没事，咱在这先找点吃，吃填饱肚子。大哥，嗯，你这有那个蘑菇，能不能吃啊？能吃啊，那咱吃呗。那有毒呢。没事，顾了那么多了，先尝尝。哎，等会儿，大哥，那边好像有人，危险，快快快快快快！干嘛这么残忍呢？这么残忍对待蘑菇啊？跟你有仇啊？你这采完我们怎么吃啊？啊！哎妈，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是人类吗？哎，不是，我俩这个是不是人类？这你看不出来吗？哦，那既然你们不是人类，你们又是什么呢？不，大妹子，你怎么说话呢？我俩是被海风吹到这个岛上的，我们是人类。哦、你谁呀？我是这个岛上的居民呢。那你叫什么名字呢？说起我的名字啊，跟我出生那天有关啊。我姓白，我出生那天呢，我的爸爸送给妈妈一捧百合，所以我叫白一捧。哎，你跟明星就差一捧啊。哎，这女孩没准儿有吃的，我跟她要点儿。哎，你这兜里有吃的吗？你这么问能说有吗？有。你看人家多实在，那个你那吃的能给我俩吃点吗？不能。为啥呀？不想给。哎，不是你既然不想给，你说有干什么玩意儿啊？对呀、啊，你就说没有，骗我们一下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呢？我跟你们说，在这个岛上没有谎言。真的假的呀？真的，在我们这个岛上，如果说谎，就会受到惩罚。真的不会骗我们吧？不会啊。那我问问你啊，那你说我帅不帅？不帅。挺诚实，挺诚实啊，诚实诚实。哎，那我问你，我帅不帅？丑。哎，不是，真准。你说啥？阿个嘞，丑。就磕碜，难看，看你两就想吐，我还想来踩两脚。行，果然是只说实话啊！你上一边去。哎，那我再问你啊，你美不美？美。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撒谎了。不是，我觉得你长得还行啊。我化妆了。贴两层睫毛呢，你看啊！我的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这个岛上，真的没有谎言，一旦撒谎就会受到惩罚的。我的妈，这谁定的规矩啊？我们岛主是制定规则的人，只要违反他，就会受到惩罚。你这岛主也太吓人了，咱赶紧走吧，这太危险了，咱俩容易死。对，再见。我的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的妈！不，
不是那一鹏啊，嗯，他们是谁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岛主，他是这个岛上权力最大的人，而且他有办法带你们出去。真的、啊？有办法？那太好了，全体立正！今天是我们祈福的日子，我不希望任何人出纰漏。那个岛主你好，我俩是。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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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有一个美好的夏天。愿上苍保佑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秋天和冬天。愿上苍保佑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你们是谁呀、啊？说什么、啊？不是那个口号不会喊吗？不是，是不是逼我惩罚你们？哎呀，岛主，岛主，这两个人虽然是外面来的，但是心地很善良啊。这是对朋友。你们是谁？我。大哥，你们他们对我没有谎言，随便编个借口骗我。我不会撒谎，随便一撒谎就露馅，我随便骗一个。你好，我是那个地理学家。对对对，我来你们这儿呢，就是看你们这儿这个矿产丰富，我开发你们，然后。你们风和日丽，然后身体健康，嘎嘎好。感谢你们呐！只要你们能开发我们岛，我们什么都愿意啊！来，大摆喜宴，那咱们就吃点东西。对对对，来，想吃什么尽管点。好，好的，好，吃东西好。那个服务员，点菜。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有。夫妻肺片，哇！骨肉相连，蚂蚁上树，清风徐来。你想点点什么？那个我全都要。妈呀！哎，岛主，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二位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岛上的规矩，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点菜的时候要像谈恋爱一样，秀色可餐。规矩太好了，岛主，我想加俩菜。加。服务员，加菜。先生你好，本店的特色有。夫妻肺片，骨肉相连，蚂蚁上树，清风徐来，你要啥？滚！好的。站！哎哎哎！回去！哎呀，不是那，对不起，我不要了。哎呀，客人呐。咱们岛上有150多个服务员，就这一个男的让你给掏上了。命好，给我这命啊。那这样再推荐一道菜。哎，那个岛主算了，那个我已经酒足饭饱了。对对对，咱们聊点大事。聊点正事。好好好，说点正经事。那个大哥你过来、那个什么，快问岛主想办法咱们怎么逃出去。放心放心，快点。那个岛主啊，这样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船啊坏了，我寻思能不能从你这儿借条船。那没问题，把船开上来。那个我们这趟航行啊路途比较遥远，我这经费呢比较紧张。我懂了，把财宝拿上来。二位人，哎，只要你们能开发建设我们的岛，我们在所不辞啊。来，这是我们岛里所有的财宝，二位，我们岛上的建设就靠你们了。不是，这我们可以拿走吗？都可以。我拿走了。那个你放心啊，我们都是厚道人，我们绝不会伤害这个厚道人的啊。好，哎呀，太棒了。大哥快点，一会儿露馅儿。等一下啊，你们走之前，我要用我们岛上最高尚的礼节来祝福你们，让我们跳起来吧。
见，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大哥，大哥啊，其实咱俩有这么多金银财宝，这回咱俩真发了。哎呀，哎，你说这小风吹的我还挺舒服的啊，不会一会儿变成大风大浪吗？大哥，你说啥呢？咱俩当了这么多年海盗，这小风能变成大风大浪吗？听我的，不可能。说什么？来什么呀？大哥，大哥，咱俩在岛上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了，你说咱俩能逃出去吗？不行，我困不行了，我必须得睡会儿。大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这时候睡了真就起不来了。不行，我困完了。大哥，那听我，我给你讲个故事。还记得你35岁？生日那天吗？那天我跟嫂子桃花深处桃花源，临近水源变蛇船，趁眼莫当道，莫怪轮回一波年。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杨树林，我非常的激动。下午总导演偷偷的告诉了我一个消息，第三季欢乐喜剧人让我带领一支队伍前来参赛，作为助演变主演的代表人物，他给了我一个特权，可以在任何团队的助演当中选出一位跟我搭档。今天花落谁家，掌声有请所有的金牌助演闪亮登场。好，下面请各位自报家门。大家好，我就是江湖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载车不胎、人送外号中国好舌头的宋小峰。树林，如果第三季我要能进去成功的话，第四季我给你个机会，我让你当我助演。好，就凭你这句话，你被淘汰了，回去。算你狠。下一位，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魏翔。大家好。停！我从第一季就站在这个舞台上，24期了，我怎么没见过你？姐姐，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小青啊。我想起来了，小青是你演的。对，第一季第一期的时候和沈腾那个美国大兵也是你演的。对，我就拿个枪对着沈腾，然后就 Go home， 那就是我演的。你呀，是一个好演员。谢谢谢谢。人物塑造得非常好。谢谢。就是化妆把你坑了。演到现在没人认识你。是是，今天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对对对，我从第一季参加了1、2、3期之后就去拍戏去了。在我回来之前呢，王宁、艾伦就一直是第4名第5名第4名第5名。我回来了以后，第9期那个复活赛帮一下拿了一个当周的冠军第一名啊。然后我就仔细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第一啊跟他俩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好演员，好演员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
回去。下一位，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的总冠军。停！我这什么情况？第二季还没结束，你就第三季总冠军了？你不认识我呀？我是德云社的郭麒麟，德云一哥。不是你不管你几个，那怎么谁定的呀？这事儿啊，这我跟我爸都商量好了。我爸说，只要我来第三季冠军，准是我呀。欢乐喜剧人把你爸爸买了，是不是？我爸把欢乐喜剧人买了。这可不可以入股？你行，没问题，不好使，咱俩合作。怎么？你爸就是给谁买了也不好使，那我不管。冠军。哎，缺个人呢，金牌女助演张小斐哪儿去了？张小斐，我在这儿呢。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 I M E M。掌声没停，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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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面我宣布，我的搭档就是张小斐。散会，走。哎，完事儿了，还没比呢，怎么张小斐了？选完了，就选他了。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张小斐把你抢规则了。不，孙晓峰，你说什么呢？你嘴能不能放干净点儿？我们这叫谈恋爱。谈什么恋爱啊？你们这叫黑幕，知道吗？还敢跟我们玩黑幕？你上网上看看去吧，多少人骂我们。黑幕我们是认真的。少爷，别跟他置气啊。杨树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让我得这个冠军的话，不带着我走的话，我跟你说，我让你出不了这门，听到了吗？哎呀，吓唬我。对，你们仨在吓唬我。嗯，是吧？是。好，我服了，请坐。这还差不多。来，你也坐。既然这样，咱们今天呢就来一次公平竞争，命题由我来出。比如说，你们的前女友和一位比你们帅十倍、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一位帅哥走在海滩上，那个人就是我。你们这段戏应该怎么演？宋晓峰，开始。谢谢。放弃了啊？没有啊。往下演。好，开始。哇，树林哥，你看海景好美哦。站住！放开那个女人。小峰，你怎么来这儿了呢？张小斐，原来你和我分手就是因为他。不是，小斐，他是你前男友吗？闭上那坑。我是张小斐前任备胎。林世莲哥，他怎么能是备胎呢？他是千斤顶，我换备胎的时候拿他顶一下。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我的前任女友把新欢找，往日的情谊忘记了，要问这事儿怎么办呢？杨树林，你吃吃我的大飞脚。爸爸，停，回，
演的什么玩意儿啊？赛诗会啊？啊？武打片啊？都怪我入戏太深，都怪人别人说咱们土，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演的。准备，开始。张小斐，我这儿呢。我不，哥呀，他是来追我的还是来追你的呀？追你的呀，小斐，我跟你开玩笑呢。小斐，他是谁？你不用说，我已经猜出来了。哼哼，你的爸比长得好年轻哦。什么爸比呀？他是我男朋友。男朋友啊！你过来，小斐，你过来。你在骗我，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小斐。其实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你呢。不信你看，你用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此时此刻，我的眼睛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可不可以看到我的眼睛里有你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眼睛看什么呢，小斐？我看你妹呢，我看你妹呢，我看什么？不对，这种人我不想打他。小斐，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欺负我，你要是再这么对我的话，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费翔，谁害我？哦，停！胡说！看看你们俩啊，这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要说你们这出身不行的，真就是不行，差的太多了。你看看星二代是怎么演的？准备开始。哟，麒麟，小斐。麒麟，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还好意思问我呀？我还想问问你呢。哦，跟我分手就为了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没想到啊，小斐，分手之后你现在是一个收藏家呀。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找这都什么人呀、啊、这个。杨汝玲，你过来，就今天就现在把小斐还给我，你开个价吧。哼，我告诉你，欢二代，真爱是用钱买不来的。没错，我给你50万，我给你100万，你滚蛋。200万，500万，成交，成。谢谢。哥哥，你这么有钱吗？不是，我以为他还能往上喊呢。是是是，我们家钱都这么挣来的，你知道吗？行了，郭麒麟。嗯。你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吧？啊，你不是想知道我到底喜欢谁吗？嗯，好，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只喜欢你一个人。我张小斐这辈子最喜欢的人就是你，行了吧？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那是我们小学5年级，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张小斐，你这辈子一定要嫁给郭麒麟，不为别的，就因为你爸是郭德纲。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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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斐，恭喜你，恭喜你！下面我宣布，第三季我的搭档就是张小斐。呜！谢谢大家，谢谢哥。那个，你到时候给我好好讲讲，你怎么是从助演一路奔到主演的，好不好？就俩字啊，黑幕。走。黑幕。不是哥，那你那个打枪的胖胖胖，你放就走了。我回去全交给你。那不行啊，这，爸。啊？怎么回事？他们这个？怎么了？您不说好我第一吗？别着急，孩子啊，这事儿好解决。刚才卖张小斐不是卖了500万吗？啊！爸再给你添点儿，第三季买下来，第一名到第五名全是你一个人的。太好了，好吧？哎，我先准备准备，踏踏实实的，没事啊。500万啊，500万啊！谢谢谢谢哈、啊。其实这里边最不容易的应该是杨树林，打第一季就来了哈，第三季是真来吗？如啊啊！
这个我们说了不算，只听观众的，让他们来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你们的心意是好的啊，你们的愿望也是好的。对，不过这得问问人家东方卫视啊。这个咱们还明年还干不干第三季了？还干是吧？啊，那行，还干就行啊。有人支持，咱们就能干下来。但我得问一下，如果真到第三季的时候，各位都有什么杀手锏啊？树林，我也啊，枪，走，枪，我的杀手锏就是枪，不给我第一，我就打谁了。哎，洋枪啊，洋枪啊。哎，小峰呢？吟诗。你跟我说句实话，就是你来之前，你真上过学吗？啊，上过。啊。两天。还有张小斐。张小斐的杀手锏，一是美，二是腿。别开玩笑啊！希望在第三季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们，谢谢各位，辛苦了。